아침뉴스입니다오늘아침동부지역에서심각한인사를통해发生严重的山区雪崩事故，伤亡人数暂时未知。这是韩国三十多年来最严重的一次雪崩。由于地近滑雪圣地龙门川的酒店区，恐怕会有旅客丧血活埋。目前抢救人员正在赶赴现场展开拯救行动。袁总，二二四有没有说他什么时候才能飞回来？他的电话刚刚又断掉了。必须赶快想办法让他回来。这是我，我叫全正勋，我今天过得糟透了。全总，你确定 Paris 他不是故意的？给我闭嘴！等一下，全总 ，Paris 他真的被雪埋在韩国了吗？他会不会又玩消失啊？给我订去大邱的机票，我去韩国找他。路都被雪盖住了，据说有8米多高呢。叫你怎么做就怎么做。那好吧，我马上给你订去大邱的机票。我现在就赶去机场。我现在就要知道董二爷在我背后搞什么鬼。你让我办的事我做不到。两条路，跟我去韩国或者分手。你什么时候才能成熟点？不要那么任性好吗？听着，我 Paris 和董二爷有他没我，有我没他。你留下来，我去韩国说服大股东，我自己去，你做你该做的事。别忘了你是怎么爬到这个位置上的。Paris， 放手。Paris。又给我送花了，嗯，要来看我，嗯，这是我的外婆，她有一个很棒的故事。除了她死里逃生的惊险情节，更有她和我外公的传奇相遇。来来来，喝点什么？我洗好了，尝尝这个。外婆，看什么节目呢？日剧。日剧。嗯你在搞什么鬼？又改变主意了？我在你眼里到底算什么？你这个人好奇怪啊。好吧，通常这种情况发生在我身上的话，他早就被打了。不过他真的好帅哦。董事会已经在考虑董二年的方案，董事会一结束，我们的整个技术部门就要被 TND 收购了。关我什么事啊，我不认识你。特定两个人相似的几率是49%，谁统计的？无聊。你长得和我的一个朋友有点像，别紧张，我没有别的意思。我叫全正勋。
下次追女孩子呢，拜托别找这么烂的借口，用用脑子，有点心意。喂，全总，董事会的人来了，要谈下次会议的章程。你旁边有人吗？把这事交给安娜处理。整个 R&D Center 都要被裁，不是真的吧？您听谁说的？技术部的 Derek， 你赶紧回来吧，他快和董王年掐起来了。我们中国有句古话，合久必分，分久必合。放心，我不会亏待你们这些元老的。再说董事会的决定轮不到你我操心吧。这就是董傲年，他跟 Parents 的爸爸一起创建了这间公司，我们 KNC 的千年老二，彻头彻尾的野心家。当年就是他自作主张把公司的半壁江山卖给了韩国。대표님 Parents 소식있습니까？Excuse me. Oh, thank God you're finally here, and you're welcome.韩国总部来意见了。你看，他们决定将董事会推迟到下星期五了。我想可能是天气的缘故，把公司最近的计划很多都在推后。韩国在下大雪嘛，那为什么欧洲的股东也复议要推迟呢？接着编，我就坐在这儿听你讲故事。您一定是误会了，您看董事长还躺在医院，这么大的决议上面一定会慎重考虑的。火烧眉毛了，考虑有什么话就说出来，别顾忌。我一直很欣赏你，你是一个明白人。那是不是等 Paris 回来以后再从长计议呢？年轻人， KNC 的未来是你们的，我得提醒你，关键时刻可别站错队啊。 Paris 回不来，以公司的规定做主就得难为我了。下星期五，那么我拭目以待。好，회사에서한국에대해가장잘아는사람은우리들밖에없어부탁할게혹시무슨일이생기면가장먼저나에게말해줘야돼빨리출발해네회장님알겠습니다哥的智商真的都好低，大宪非说我长得像他的朋友，老土。哦，忘了自我介绍，我叫秦心，朱莉安花店老板的妹妹。这是我的弟弟，我们家族遗传痴情基因的第一继承人，智商基本为零，直到他的女朋友年初被诊断得了淋巴瘤，才开始知道什么叫攒钱。你好，这是打折的，现在但那些婚纱不是5999就是6999，还有更贵的。他在花店为我姐姐打工，我这个40多岁还在单身的姐姐是我们家最疼他的人。快点啊，都几点钟了你还在这一盆一盆慢慢的搬，我告诉你我明天就吵掉你，信不信？他们又吵起来了，每天都说要炒人家鱿鱼，我才不信呢。弟弟，姐，你猜我打听到什么了？这是我另一个弟弟，我们家族遗传痴情基因的第二继承人，智商基本为负值，整天被他那个拜金女友搞得心力交瘁。我弟弟送了他一盆花，他竟然以为土里埋了新房子的钥匙，真有创意。姐，我已经调查了，韩国人要投资我们花店的事儿，八九不离十了。姐姐，这是我早上收到的，是那个韩国的 KNC 吗？哦，
受不了。如果我真的有这么幸运的话， Julian 将成为国际花店，将来会在北京、上海、通通都有我的分店。我继承的是我们家族最倒霉的遗传基因，对坏事的预感，尤其是对最亲的人。Oh no！什么？你以为你有几个钱？你就是大老爷啊！凤姐，我在这儿，我住了十几年了。你要干什么？科研中心？哈，就算你要干摩天大楼，我也不走，我就钉死在这里。我看你能把我怎么着？烧了他！我刚刚看到秦心的表情，我就知道完蛋了。对不起哦。不管你的事。天要下雨，娘要嫁人。喂，全先生，跟病人讲道理是毫无意义的。现在柯先生的状况很糟糕，再见不到女儿，我们院方很难向您做出任何承诺。对不起，请你无论如何做点什么。佩瑞斯他回不来，依照公司的规定，做主就得难为我了。早餐时间！哇，怎么这么无精打采啊？多吃一点啊！张嘴，我也要。Morning， 欢迎光临。早。我承认我喜欢帅哥，不过这位随便看看啊。脑子有病啊。我生平第一次被当成脑子有病的人，真是气质胆儿。为了公司和 Paris， 死就死呗。找我啊？不好意思，我有事找那个女孩，能不能找我就行了。报警吗？请听我说，听我说。什么情况？是这样的，他长得和我的一个朋友真的很像。哦，那流氓就是你啊。不，我拿给你看。我有件事情需要他帮忙，我会付钱的。果然是一流氓，出去。哎呦，我老花，我近视，我散光。让我看看。哎呦，不行不行，这太扯了，我还是回去吧。把它当成一场试镜好了，万一你演技太差被公司的人识破，那就不用去医院见你的爸爸了。是 Paris 的爸爸，我爸爸身体很好的。虽然高中时学校话剧团跑龙套的资格都没给过我，但事实证明我是个不错的演员哦。笑得这么假是怕挤掉脸上的粉，而且那双高跟鞋简直要了姐的命。哇，我刚才有没有 hold 住全场啊？hold 住了 ，hold 住了。Give me five。嗯嗯嗯 ，Yeah，Yes。我有个主意，可能挺疯狂的，但请你考虑一下。什么？就是你可不可以扮演 Paris， 把这个星期扛过去？啊！不要啦！刚才那阵势都快把我给吓死了。我是说真的，条件可以谈吗？好啊，我提个条件，但你不能讨价还价。不管 KNC 以后要盖什么大楼都好，绝对不能动花店。OK， I promise。啊。
爹地，我没事，你不用担心我，你也会没事的。先生，先生，您是病人家属吗？嗯。进。大哥，董先生。Paris。Paris。董叔叔来了。董叔叔。哎呦，我的天哪！快过来，让叔叔抱抱。泰儿子刚逃过大难，现在精神很脆弱，过几天好了再去拜访您好吗？让他，如果他再有事，对我们公司，那是多大的损失啊！您先回去吧。泰儿子，你怎么了？泰儿子，泰儿子，救命啊！他怎么了？救命啊！董先生，请先回去吧。你看看他怎么样？董先生，求求你先回去吧。病人需要安静，董先生。泰儿子。你稍等一下，我去找医生。Paris 啊！爹地，没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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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你等在这儿，我去看看董浩云走了没有。不给你买，这个月信用卡刷爆了。下个月怎么样？下个月我帮你把那个限量版的包包买回来，怎么样？哎呦，什么包包啊？啊，姐，这样的女人你还追得屁颠屁颠的，你这趁了你。姐，你不知道，当你深爱上一个女人的时候，就算她管你要十套房子，你都不会觉得她太虚荣，只会怪自己太无能。姐姐，那我凤姐这辈子算是白活了。我告诉你，下辈子我还是要当女人。我这么做对吗？我是不是不乖啊？可我已经答应人家了。男人的本性是什么？什么呀？男人的本性无非就是希望天天自己喜欢的女人对自己说我要。我真的很担心秦星，他的个性我很怕他会吃亏。我出发了。来，我帮你拿。你真的不听我讲？你真的要这么走了吗？现在骗子是满天飞啊！我告诉你，一个招牌砸上来，一地都是 CEO， 弄个什么假名片给你看，你就这样跟他走了啊？你放心吧，让我帮帮人家爹地了，他真的好可怜哦。我告诉你个秘密，谁骗我谁亏本呢？走了，拜拜。拜拜。我真的挺担心他们的。我不在，花店的生意都没人打理了。雇人啊。说的简单，哪那么容易啊？你不知道，已经三个月，我姐姐没给他们发薪水了。我说没这么简单吧，果然人都是一样的。幸亏我准备好了。这样吧，做笔交易，我给你100万，不能讨价还价。现在我带你去找个造型师，你的这些行李呢，回头再拿给你，他们太破了。OK。怎么回事？我说什么了？怎么就100万了？好吧，也成。陈先生，周叔你好啊。周叔，没有行李。Paris 从小是周叔看着长大的。周叔你好。小姐回来了。虐她。这里是我家，不回来去哪？这是管家周叔，全老板说能骗了他就成功了一半。你们的行李呢？哦，刚刚路过公司，行李先放那边了。哦，请。骗过去了，不准赖账。表现好的话，三星米其林随便一挑。
拍港边的神户牛排，我想了很久了。哇！再问就没有神户牛排了。就是我小时候最想住的地方嘛。这个好大，这个也好大，哦，这个更大。这里是公园吗？小姐，下午茶准备好了。就是，全先生，收到一份请柬。什么时候送来的？今天上午。啊。喂，可勋啊，佩尔斯怎么样？休息一下就好了，问题不大。下周的舞会，我还指望着他来给我做主理嘉宾呢。等他睡醒了，我和他先沟通一下。我差点忘了，你说了不算。本来是让他亮亮相，没想到他怎么就病了。这个舞会对公司很重要，他一定要来。我明白。我尽量争取。七天时间把她变成舞会皇后，怎么可能？ Paris， 过来。嗯。你现在知道董浩年的厉害了吧？其实他一直都在怀疑我们。你把他说的这么可怕。我不去参加这个舞会不就安全了？这不是儿戏，现在想退门都没有。如果你不去的话，更会被他怀疑的。从 Paris 出生起，每个细小的变化都在他的掌握之中，他想借舞会之名来试探你，拆穿你。既然你这么说的话，那我就更不应该去参加了，对吧？会跳舞吗？ Come on， come on， come on， 啊，来，啊，这双鞋都要了我半条命了，要我死哦！啊呜！叔叔，坐呀！啊，坐，坐呀！我坐，来来来，坐下，坐下。Paris，啊，过来。周叔 ，Paris 在韩国受了惊吓，走之前很多事都想不起来了，想麻烦你。对啊，就是讲讲我以前的。你记得多少，就说多少。好啊，你别以为我一把年纪就快七十了，我的记性好得很呢。从哪里开始说起好呢？就从开始开始说起吧。你一出生，哇，那两只眼珠子大大的转来转去，可机灵了，好像已经好几个月大了，自己可以走路出院一样。好厉害。这是 Johnny， Paris 社交圈的红人，那种自以为很酷的男人。这是许愿， Paris 的表妹，那种自以为很酷的女人。请问一下，金岭山如果客家，你知道该怎么走吗？知道啊，你顺着我车后这条路走到头就到了。谢谢，我还不知道该怎么称呼你。这当然不是他们头一次见面，就让你尝试过各种出场方式，包括高海拔跳水，可是许愿呢，连名字也没告诉过他。
叫我女神好了。谢谢你啊，女神。你在英国读书的时候还有个法国男朋友。你说我在美国读书又在英国读书，到底我是在美国读书呢还是在英国读书啊？对哦，不同啊。嗯，已经很不错的了。知道呀，我都快80了，还有很多东西都记得很清楚。那您慢慢说给我听啊。柯小姐，还有两个造型，您休息一下。Jeanette， 通知全总和广告部经理，3点在公司开会，把会议的日程放在车上，我等他在路上开。Go。这哪里像公主啊，明明就是女王哦。这是 Paris 的资料，你要记清楚。小姐，小姐，不，啊啊，小姐，啊，许愿表妹，你好啊，嗨，随便坐。表姐，我听说你回来了，就马不停蹄的赶来了。想他了吧，表姐。怎么了？你没事吧？他不可能是 Paris， Paris 从来不会不擦香水的。我的天哪！要我帮你们的话是可以的，因为表姐的事情我也是最清楚，但是我会很严格的，因为你现在这个样子啊，一点也不像她。全先生，有客人找你。谁来了？你叫 Paris， OK？ Paris， you are Paris， OK？ Paris， 就是这位先生。是你呀，你来的太晚了吧。刚才被一位女神带错了路。来 ，Paris， 她是来教你跳舞的。Hello， 我是 Johnny。Hi。她不是 Paris 吧？啊！你刚刚回国怎么知道？拜托。谁都知道 Paris 舞跳得很好啊，用得着学吗？你功课做好一点行不行啊？OK， 拜托，我求求你们了，一定要保守这个秘密。OK，OK、okay? okay? 嗯。这里好久没这么热闹了。周叔，周叔 ，OK，OK。Okay? Okay?对不起啊，再转一个圈，往前两步 ，1 2，再转一个圈，左还是右啊？转左边。哦，对，记住哦。不行了，差太远了。Paris 8岁的时候就比你现在跳得好了。不然呢？你去告诉那个姓董的，说我扭到脚了，不能出席，就不用跳了。哦。如果这样，董耀年会以关心你的名义带你去最好的医院找最好的医生验伤。你知道吗？ Paris 最大的优点就是只要他想得到的和想要做到的就从来没有放弃过。
其实我觉得 Paris 真的好可怜啊，得到所有又怎样？从开始模仿到现在，我一点都不觉得他开心哎。这方面我跟 Paris 倒是有一样的优点。有病。我猜你的舞跳得不会比 Paris 差，只是 Paris 的光环把你给淹没了。谁说的？我说的。我不会跳。哇，许愿，你跳得真好。记住，还是从来就不会夸别人的。这么会跳舞的女孩，不是天平就是双子，不管是哪一个，跟射手座都是绝配。我是摩羯，天煞射手。喝水吧。对了，我告诉你啊， Paris 可从来不会拿水给别人喝的。知道， Paris 不会拿水给人喝，也不会帮人做事，是个女王。让我偷偷做回情形一下下吧。嗯，好吧，谢谢。Paris 有消息吗？前几天我已经派人去韩国找他了，只要一有他的消息，我马上飞到韩国把他带回来。最理想的是 Paris 能赶在舞会之前回来，那就谢天谢地了。你有 Plan B 吗？只要秦心不露马脚，董傲年在与 TND 的谈判中就没有资格行使决定权，这样一来欣欣就要代替 Paris 谈判。哎呀，烦死了。那只能看舞会了。哎，对了，许愿是不是也会参加？都跟我讲一些许愿事了，快点了，拜托啦，快啦，讲一下你的头。我讲，他最喜欢海豚，你看着办吧。Paris 会跳舞，也会看英文的财务报表。Paris 是柯氏家族的女皇，总是在关键时刻力挽狂澜。Paris 在家也要穿高跟鞋。Paris 懂得如何让人在她面前俯首称臣。Paris 可以尝出蔬菜是不是有机的，但没有几个人见过她吃饭。Paris 喝的咖啡不加糖，也不加奶。Paris 不喜欢花，因为花只会让他想到葬礼。Paris 是个强人，他的心很坚韧，没有温度。我喜欢了他三年，却无法爱上他。Dear Paris， 江南帕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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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aris 他知道 Paris 不会狼吞虎咽吗？可是我跳了8小时舞，看了4小时录影带，又学喝什么白的红的黄的， Paris 的千体晚餐我吃10顿都吃不饱啊。
你肚子不饿吗？我晚上一般不怎么吃。超大工作量，几只虾也补不了啊。你吃好了就睡吧。我也尝尝。下次别再站错脚。啊！如果 Paris 真的回来的话，那我倒想看看他跟秦星到底有多像。其实一点也不像。那太好了，那就代表我们两个终于有共同的想法。什么？就是假的也不坏啊。没正经。你知道吗？白羊座跟射手座是最合适的。你怎么知道的？是全正勋告诉你的吧？跟我混很爽吧？你看这里啊，被我布置的多漂亮。不好看？你要求的还挺高的，这样就不错了。看这边，看这边，再看这边，这可是别人的家。啊！全老板，来，闭上眼，深吸口气。你闻到了吗？是不是很香？心情变得很好，是吧？Paris 有洁癖，他最受不了自己的房间里面放些什么花花草草。对不起啊，在 Paris 回来之前，我会把这里所有的一切都变回原来的样子。其实也对，如果别人没有问我就乱动我的东西，我也会不开心的。我不是这个意思。在 Paris 回来之前，让这些花花草草陪着我，因为我真的很想花店，很想他们。OK。喂，表姐。你是不是觉得他还在啊？有些事情，有些时候，我们不能不相信。我们都碰到过啊。我们在想某一个人，对方就真的出现了。要不是你外公，我四几年打仗那会儿就没了。那时候能喘口气儿的男人都给抓了壮丁，你外公是偷着逃出来的，一路上就靠着吃树皮喝河沟里的水，也算他命大。好些人喝了都打了摆子，喂了狼。
要怕。ありがとう。私の父は医者だから安心で使ってください。是いえ、私は中国人です。父母が亡くなって養子になったの。小伙子倒也不嫌弃他是哑巴，柴禾不够用，我去捡一点。笑什么呢？你笑什么？他走路很快，我总是跟在他后面。我喜欢看着他的背影，看着他的影子。我觉得跟在他后面就什么都不怕了。可为什么我就总是害怕呢？真的爱了就不会害怕了。欣欣，还有一些别的
你慢慢的就都体会到。小姐，您上周订的货已经送来了，但是有几件还在美国，不好意思啊。没事，舞会的礼服已经帮你订好了，很快就能送到。柯小姐这么多年的身材一直都保持得这么好，量好了，我先走了。谢谢。谢谢你。克瑞斯穿晚礼的时候，最喜欢把头发扎起来。对不起。我来吧。里斯班，跟谁去的？你咯。嗯，爸爸咯。多少年了？记住了，一定要叫他董叔叔啊。是董叔叔。还有谁？啊，还有啊，全正勋啊。是啊。我想问你啊， Paris 是不是一定要记住所有人的名字啊？可是 Paris 不管到任何一个地方都要第一时间知道全正勋在哪和谁在一起。哇，24小时监视，那恋爱多辛苦，他怎么想的？他既然你那么好奇，干嘛不直接来问我？白天不要说人。好了，知道还问。再说董傲年不可能问你这些问题。不好意思啊，守护者。守护者。你觉得偷窥别人的隐私很好玩是吗？偷窥？我什么时候偷窥了？好像是你让我看 Paris 资料的，好像是你让我去认真扮演 Paris 不被人家揭穿的，好像是你在安排我住 Paris 的房间，好像是你让我记住我是 Paris。那我在 Paris 房间看到卡片叫做偷窥吗？看到和发上微博是两码事。好，那麻烦你告诉我，什么是可以看，什么是不可以看，什么是可以知道，什么是不可以知道，什么是可以讲，什么是不可以讲。还是说你和 Paris 之间的事我绝对不可以知道，绝对不可以看到。你搞清楚，这跟你现在的任务一点关系也没有，懂不懂？没关系。谢谢你啊，老板，我差一点都不记得了。这次舞会之后，这里所有的东西都与我无关了。我不明白，你为什么要说这些？我现在在排舞，你是在分散我的注意力。起码现在我是 Paris， 离开我的房间，马上。欣欣，你走吧，我不想排舞了，不好意思。
对不起。刚才是我不对，我们不要再吵架了。赵家，我会结束，我就要走了。不要再说了。我永远不可能成为 Paris。你们和那个婷什么的玩的怎么样？他幼稚。我现在在首尔，大股东打算再给我们一次机会，但是我不能得罪 TND。 表姐，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跟你说。你叫全振勋，好自为之，离那个姓董的远一点。要开会了，全振。你好。嗨，欢迎光临 Julian。 这里有没有一位秦小姐？嗯，我在网上看到她拍的很多鲜花的照片，觉得很漂亮。哦，我想多了解一下。她出国去了。我是她姐。姐姐？对。你好，你们有事吗？我们是来送东西的。姐姐。你们是干什么的？秦小姐让我们送东西过来。来，放这就行了，这个放那边就行了。还有啊。哦，都是大牌。哎，姐，你觉得男人在什么情况下觉得自己最男人？就是当你可以满足自己女人的时候。这个婚纱，天芳穿起来一定很漂亮，可惜她不能穿着它站起来拍照。傻瓜。你们的秦小姐可真会买东西，如果她在就好了，还能帮我挑些花。这就是她最喜欢的日耳兰草。她就像一颗一颗的心，秦心就是这样咯，永远替别人着想。我刚刚发薪水给你们，突然我的银行户口多了个十百千万十万百万一百万。哇，这颗是尔兰草是送给你的。谢谢啊，好秀气啊他们，你觉不觉得？嗯。赫尔斯来电话了，他要回来了，他让我替他保密，但是我想了很久，觉得还是应该让你知道。全正勋知不知道？我觉得相比之下你更应该知道。谢谢。明天我就要离开这里了，不过你们放心，我答应过你们，我会把你们带回花店好好照顾你们的。我有件礼物要送给你。哇，你为什么要送东西给我？这副耳环你戴着很好看。这是我特意为你准备的神奇耳环哟，你跑不了了。一二三，一二三。
我还真以为你送礼物给我呢。 Paris， 好啊，那就试试这副耳环有多神奇。 Paris， Paris， 这段日子虽然过得很辛苦，但真的很开心。舞会结束以后，我要去到韩国。你不是本来就应该去的吗？我也要回花店了。在 KNC 发生的事，还有在柯家发生的事，你还是都忘了吧。我已经不记得了。我可是 KNC 的全正勋哦，谢谢。下一次我去花店找你的时候，我还带了和我的名字，希望你还能记得哦。对，你不提醒我差点忘了。你叫什么名字？我真的不记得了，就好像做了一场梦，梦醒后就什么都不记得，好像什么事都没有发生过。想我已经爱上你了。千寻，这么晚还来看我？哎呦，眼泪汪汪的，你怎么了？明天以后呢，那份奇怪的差事就终于完成了。姐姐、阿东、大洋，我总算可以帮到他。可是你也有你的收获呀。如果这也算是收获的话，我宁愿什么都不要，从一开始到现在，我们根本就是两个世界的人，飞鸟和鱼怎么可能在一起呢？你看我和你外公当初语言都不通，可是我们两个人不还是在一起了吗？我知道你还是很想他，对不对？可能我们永远不会再相见了。最骄傲的，那就是爱上了一个应该去爱的人。你现在不正是和我一样吗，芊芊？心里面不怕装得太满，
就怕没有更多的东西可以装进去。爱过又失去过，但是总比没有爱过要幸福得多呀。你们都听得清楚吗？闻得不很清楚。我是徐苑，我也听得很清楚。那就好，你们快进来吧。柯小姐，柯小姐，柯小姐，谢谢。这边，这边，柯小姐，柯小姐，柯小姐，需要说两句吧，柯小姐。不好意思，不好意思。柯小姐，听说整个技术部门要做很大的调整，是吗？什么事？对呀，听说那个陈振雄 ，Harris， 你回来了。安妮，我回来了，没事的，你放心，没事就好。Paris 不是在你们眼前了吗？啊，不好意思啊，各位，我带 Paris 去见一下董先生。他不是在韩国 ？Paris 他吉人天相，爬过雪崩之后，他上个星期就回来了。太好了，你今天真是美极了。你是夸我呢，还是在夸 Paris？ 说实话，我自己也分不清了。我后天就要回美国了，你愿意跟我一起走吗？你让我考虑考虑。今天真是难为你了。我真的很高兴认识你。虽然现在人人都把你当成了 Paris， 但其实我从来没这么想过。你就是行星是吧？你现在可以走了。别说我没告诉你，你走了以后不准再和 KNC 和柯家扯上关系。我明白，其实我现在真的要走了。永远在我面前消失，你做我影子都不配。先生女士，我们今天这场慈善舞会共筹得善款2000万元，我准备了一张巨型支票，请董事会主席 Paris 签名捐赠。小姐，笑一下，笑一下，谢谢，谢谢，好，谢谢，好，谢谢，来一张小
来个合照好吗？来，请站拢一点，拢一下。这边，看这边。有请 KNC 主席。谢谢董叔叔。刚和齐心碰上了，感谢大家今天的光临。齐心的人呢？也特别感谢董傲年先生，齐心走了，举办了这场盛大的慈善舞会。作为舞会的主理嘉宾，齐心，我要向大家隆重推出一位特别。齐心，请 KNC 的 CEO 全仲勋先生上台。周叔，把这里一切不属于我的东西全都给我扔出去。知道了，小姐。把我房间还原。表姐，这些东西我们明天会收起来送给他。是你送过去还是你送过去啊？是我让他来这帮我们的。其实他是一个好人。小姐，这位女士，我还是闭嘴吧。表姐，其实我们真的没有什么别的意思。你们不用收拾了，我以后不会回来了。 Paris 珊珊，回我别墅。干嘛？我不能跟你回去。他急急忙忙的走了，一定是有什么事情发生。上车。Paris。Paris， 你不能要求所有人在任何时候都服从你。这不是要求，这是我的命令。你对人好一点，就那么难吗？对人好一点，那谁又对我好？我是 Paris， 从小到大我就知道我要撑起 KNC。 我爸爸病了，公司不都是我一个人来扛，我能指望谁？好啊，你让我友善是吧，那我早就被人整死了。今天董浩宁为什么不能得逞？因为我从来没有妥协让步过。我可以赢，我可以输，但我绝对不可以和。我给你两个选择，
一，马上跟我走；二，滚回他那里去。我告诉你，我不会亏待爱我的人，但背叛我的人，我是绝对不会原谅。今天是你选择离开我，我会让你一无所有。佩尔斯，对不起，找人代替你是我的不对，我向你道歉。对不起，一直跟我说，从来都觉得他不曾离开。我相信，你现在很幸福的和他在一起了。你用了一生的时间去等他，你等到了。我问过你，为什么我的预感总和失去有关？你告诉我，如果真的爱了，就不要害怕失去。我爱上了一个男人，可惜时间太短，还来不及告诉他，我就已经失去他了。我这辈子都在不停地奔跑，不停地逃离，我以为我不在乎，因为没有什么是不能被代替的。直到遇见你，我不想跑了。你是不能被代替的，从来都不是谁的影子。我杨林，请你田芳作为我的妻子，我生命中的伴侣和我唯一的爱人。我杨林，请你田芳做我的妻子，我生命中的伴侣和我唯一的爱人。我田芳，请你杨林做我的丈夫，我生命中的伴侣没有过这个和我唯一的爱人。我像是第六感，请让我不要离开你，让我跟随在你身后，因为你到哪里我就会到哪里。我愿一生在其中做你心里最重要的人，我愿意把心给你，为你牺牲的那个人，我愿意流过的泪当作爱那一出的水。
我愿意做的一切 Just because I love 许愿嫁给我嫁给我我爱上这一切都很突然，这就是我们的故事，没那么天真也没那么浪漫，还有一点不靠谱但是最后我们还是在一起咯现在就像他们的故事一样，你不过去不在，我们就会在白天或夜晚，交汇在任何时间地点来交换。